好好生活，慢慢相遇。欢迎来到今天的 Homey 家居板块。今天的干货分享是教你如何利用穿搭思维来做软装。就以金秋的时尚大佬们的发布会穿搭为例，介绍两款万能的棕色配色方案。方案一，棕色搭配同色系，原则就是深浅不一的棕色调，卡其色、大地色都是不出错的搭配。家具的搭配和穿搭一样，也是需要不同的饰品使其整体完整。方案二，棕色搭配黑白灰这些非彩色系，比较容易呈现出复古的氛围。看这组棕红色和黑色的搭配，复古又摩登。再看这组卧室角落，这是典型的灰色为主，棕色为辅，温暖又舒适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关注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家居干货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喽。